日前竟被爆出刘涛和杨烁亲密频繁，随时随地都在公主抱，还亲吻刘涛头发，两人也都是有家庭的人，想说两人这样合适吗？而事件被爆出之后，网友纷纷揣测，有人说两人是蓝颜知己，关系亲密，但是还有的网友直接喊话刘涛杨烁，要不你俩在一起得了，整天偷偷摸摸的算怎么回事。而在一次节目中，杨烁更是看见刘涛就直接给他抱起来了，完全不顾及现场还有其他人。据知情人爆料，刘涛在当红时还帮过杨烁，那会的杨烁没资源没名气，穷得叮当响，但是因为有刘涛的提携，所以仅仅用了几年时间，杨烁就自己有了现在的名气，成名更是猖狂。在某次活动中，杨烁从背后悄悄地抱住刘涛，而刘涛也是很细心地帮杨烁打领带，两人这种亲密的举动，彼此的爱人看见之后不会觉得不舒服吗？真的是想不通。而在剧组的时候，两人多次当着众人的面搂腰亲吻，这样亲密的举动让同剧组的蒋欣、王子文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公众场合真的是一点都不注意，家里的老公老婆都不管管吗？大家对刘涛和杨烁的关系怎么看的？欢迎评论。